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。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，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。孔庙是纪念孔子、传承儒家思想、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场所。台湾各地的孔庙都源自大陆，是两岸同根同源、同文同种的证明。岛内台独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和伎俩搞渐进台独、去中国化，妄图削弱、割断台湾同大陆的连结，磨灭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印记，淡化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，改变台湾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，干扰破坏两岸关系发展，用心险恶，危害巨大。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和我们一道坚决地反独促统，坚定中华文化自信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，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